几年前有一届一个姻缘，我拄好了需要搭客运车，看路边停一台，应该是会使坐才对。惊我咧看奇怪，啊那都有人咧，啊那无反应，我去甲靠窗仔问，搭来原来伊淡仔咧上金光经，我看着就足欢喜个，我就坐起来。坐起来，伊就甲我讲吼，师傅师傅啊，恁遐吼，迄经典内面吼，拢逐项恁常常拢讲啥物不可思议、不可思议，啥物不可说，这到底啥物意思？我甲伊讲，我毋是你第一个问的法师对无？伊讲，你哪会知？哎呀，不可思议，这边他讲不可说，伊就笑起来吼，其实佛法内面甲咱讲不可思议，甲咱讲不可说，袂当讲哦，讲无落来就讲吼，这不可思议啦。啊，讲袂完的时阵，袂晓讲的时阵，就讲吼不可说。啊，其实佛法甲咱讲吼不可思议，是甲咱讲咱无法度用咱凡夫的心去想，用咱凡夫的嘴来讲，会用讲袂？那袂用讲佛陀，奈着讲较久，对无？会用想呗？佛陀那袂用想，佛陀奈着甲你讲吼，你爱安那善思维。所以，啥物叫做不可思议？人讲千算万算啊，千算万算啊，算不到天知道，千防万防，防不到，想不到。这就是凡夫的限制，凡夫的限制性。咱有当时啊，安那算，安那想，这就是你世间内面合作啥物？世间的逻辑思维，世间的逻辑思维是咪？一加一等于多少？二嘛吼。啊，咱知影，这所有的佛陀甲咱讲，每一个法拢是众因缘所生的，对无？拢是因缘合合的，拢是众因缘所生的。啊，请问一个众因缘所生，佮加一个众因缘所生，拢总等于几个？那唔敢因，安尼几个众因缘所生？嘛是一个众因缘所生啊！唔是啦，虾米叫做众因缘？众就是足多嘛，这个法是咪众因缘所生？这个法嘛是众因缘所生，众因缘所生甲众因缘所生，是咪叫做众因缘所生？安尼几个？所以咱凡夫的限制就是安那，咱的逻辑思维就是安尼，一。佛陀甲咱讲的就是安那，你爱打破你原来的思维，咱会执着讲，这个就是这个啊，这个就唔是这个啊，咱有安那彼此的分别心。有这个跟这个无同款的分别心，所以你两个加起来的时候，你就会感觉怎啊？无同款。所以我常常在讲啊，一个家庭要哪会当真和谐？恁家有五个人，一加一，加起来是偌济？嘿，恁都捌听我讲过啊，你就知影讲爱等于一吼。不管恁家几个人，加起来拢是爱等于一个家庭。恁若大家拢有这种的观念的时阵，是咪合作嘛？是就是安那众因缘所生，就是安那众因缘和合所生，恁都会坐会和。啊，不过咱遮就是拢会分别啦，一加一等于五。好啊，这五个就安那小 A 小 K 小龙啊，讲一声讲一撇，都拢袂好势啊。啊，你知影讲啊，原来大家拢有这个观念，咱就是一个家庭。那呢，小肚头的时候，人若较吐嘞，我就会安那，我就较久嘞，对无？人若无教，我就安那，剩较长嘞。安尼就是叫做众因缘合合合作一下，安尼才是一个家庭，安尼你的家庭才会和睦。佛来甲咱讲的是安尼，爱打破咱原来咱的自他的分别。那会当打破咱原来自他的这种的分别的时阵，所有一切的法拢是众因缘所生，因为不可思议，袂当用凡夫的心思啊，用凡夫的嘴去讲。所以呢，会当安那，就是安尼，所以咱才会当思议，
一切的法，会当说一切的法，所以法讲会完未？讲未完，想会到未？想未到，因为随着因缘，拢一直改变的。所以不是不可思议，就是因为不可思议，所以你会当思议一切的法；就是因为不可说，所以你会当安那说一切的法。你若可说的时阵，是咪有？即摆你世间的理论内面，某一派的思想，某一派的理论，什么哪一派的心理学，你这你家得安那有小家的时阵。所以等下阿弥陀佛也是同款，阿弥陀佛的极乐世界跟我们凡夫，我们念佛的时候常常跟大家说，我们念佛要怎样跟阿弥陀佛可以相应，你念到你跟他是我念阿弥陀佛，我要来阿弥陀佛听，这样你们加起来是什么？二嘛，所以你就一直都不相信我要念佛，你一直要把佛陀钱进来，一直把钱进来，阿弥陀佛阿弥陀佛，我要转身一直钱、啊、有的人念佛就念到整个眼睛又感觉、啊、你要怎样你才跟阿弥陀佛，你的主跟他，你的自己跟阿弥陀佛，你是完全相应的。我们、之前你讲课的时候也跟大家说过，你是不是完全真的来临的时候，那就是了，你完全浸在佛陀里面的时候，你没在念佛，你也没阿弥陀佛，你只有怎样阿弥陀佛，你整个都浸在里面的时候，你不知道紧，不知道慢，你就是你自己就是怎样，这种的相应，人家说叫做什么？明然相应。所以敖益大师，敖益大师，敖益大师啊，跟咱讲啊，咱相信内面，爱相信咱家己，啊，相信阿弥陀佛，相信咱家己，相信咱家己的啥物？咱的佛性，甲阿弥陀佛的性是安那？同一个性，同一个性，拢是空性，拢是法性，所以拢是安那？会使因缘起一切法。所以这都毋是，这是阿多咱讲的啊。众因缘所生，众因缘所生，所以嘛是安那？众因缘所生，咱甲阿弥陀佛在对等。咱这种的信的时阵，咱甲伊才会麻麻。啊，这种在咱的生活当中，咱要安那去培养呢？咱知影讲这个理论是安尼，咱要安那去培养这种的这种信在咱的生活当中会当对等呢？我记得生活中的例啊，阿多啊，讲到啊，咱伫水底要救一只狗遐，咱莫想讲咱要救狗遐啦，咱想咱即马是伫水底啦，咱跋落水的时阵呢，请问你会相信迄岸上一个人伫遐会当甲你救，还是会相信讲吼，迄水底有一个水鬼啊，甲你扭个脚，扭你个脚讲吼，我甲你扭起来，我甲你扭起来。你会相信啥？顶管迄个人，你敢知伊是？你敢有熟悉伊？无一定熟悉嘛，对无？你敢知伊有能力甲你救无？嘛无一定嘛，对无？啊，不过你那会是甲上面的人求救，毋是甲迄下骹甲你扭脚迄个求救？因为是咪？咱的经验，咱已经看清楚讲吼，我即马是伫水底，对无？啊，伊是伫岸顶，所以咱就会相信讲，岸顶的人吼，啊，我家求救都安那，都希望。啊，同款啊，咱平常时，咱若是无相信讲，咱即马就是伫生死轮回的这个大海内面的时阵，咱无相信阿弥陀佛是伫岸顶的时阵，你要哪互阿弥陀佛去甲咱救？啊，之前我伫南投山顶的时阵呢，阮捌伫迄个溪坎内面，救一只。捌救两届，救哥哥，伊就是伫遐溪谷内面。啊，有一届吼，啊，迄只就是没有兴致信他。哎，我咧钓绑一条绳，咧出底去，甲咧溜落，溜落要起来救吼，伊就轻砍咧迄沟仔底吼，啊，怎么走我就。哎，我天公在咧撞我，都无伊法啦。
救袂着。啊，咱若是无相信讲吼，迄顶悬落来迄个会会离岸上迄个地势会使甲救的吼，一定得较有较阿爸有效无？无效嘛，对无？啊，是毋是迄只狗仔的经验内面，伊无这项，对无？伊对人类是没有信任的，所以伊看到无同种的动物，伊非常的气功，伊就紧酸。啊，有一届阮救的真成功，哎，啊，不过迄只救开了吼，够现实，一扛落就爬走。啊，我落去救的时候，伫水底的时阵安尼，伊是伫迄溪坎的迄沟仔底，啊，沟仔底有一个沙洲，啊，伊就咱走离迄个沙洲，伊可能是伫下底，啊，过来。也是暗时落大雨，啊，规个水淹开，伊阵却困在迄小狗尔，困伫迄个中啊，迄个沙洲，啊，他妈一直解，阮是对遐经过，是讲咱下底狗仔咧解，我嘛是赶快放绳啊落去吼，啊，我就是落去甲救，吼，伊看到我起的时阵，要不你，又看到我遐，啊，我手一过来，吼，跳开给我抱，我是讲，哦，啊，这只很这么快就撸到了吼，才高追吼，我甲摸起来，哦，啊，佮爬迄个轻坎的时候，我是手甲揽的，啊，一手摇绳啊，我就打打在那扛起来，还足很陡啊吼，扛起来，我想讲扛了，等一下等我会使奶啊，变还早。哎呀，这狗真正是好多狗很心啊！啊，不过你看，同款对人的饲惊，侵犯人的饲惊，伊无了解。啊，不过当我落去的时候，伊安那，伊相信讲，连管来迄个是会使甲救的，他信得过，所以伊安那，伊愿意起来嘛，伊愿意开他，伊就会使得救。所以伊需要对我了解甲真彻底无？伊只要会使有迄个信心，讲我会当甲救，安尼就跳下去哩，对无？啊，同款虽然咱对阿弥陀佛这个不可思议的伊佛的境界，咱凡夫的心思可以，咱无法度了解真彻底。啊，毋过咱知影伊是欢喜的人，咱有迄个愿意，我有迄个信心，我练起哩，咱就会当得救啊。虽然你对了解无真多，不过咱只要知影甲啥物程度就会使你啊，伊会当救我。啊，而且你啊看清楚，你即马是伫倒位，对无？你知影讲你即马就是伫即个大海生死的大海内面，你有想要出来？啊，若采另外迄只无想要出来的时阵哦，吼，我踮下骹底，踮啊捉甲一身，我一身躯水沾糊糊，伊嘛唔起来啊，都呼伊袂着啊，走互我捉啊！哎，咱无量劫来已经走啊，阿弥陀佛肉吼走真久啊，吼、哦、啊，咱即摆拄着佛法啦，那么呢，互咱对阿弥陀佛即个信任，怎讲伊会当救，咱会当渐渐去建立开咧。第一，就是咱爱去看清楚，咱伫娑婆世界会安那无可奈何，啊，拄啊讲诶，千算万算算不到天知道，哎，千防万防防不到。想不到，这是咱凡夫的限制啊！真多咱根本都想袂到，咱知影安尼，知影讲家己的无法度的时阵，咱才会愿意安那放手。伊知影，伊就是伫迄个天干底，伊知影家己安那受。我看伊伫下底的时阵，阮搁淡仔咧放手啊，伫顶悬看要拔山的时阵，伊毋是没有尝试呢，伊就淡仔想要聊，结果伊聊到一聊较深一个，伊就惊一个紧退转来。哎呀！啊，想要用跳的，跳袂过，下袂过。伊了解讲伊的限制，伊的无法度，伊才有法度安那愿意去尝试一个新的方法。愿意，这会当，这个人会当对，那边就会使来到我家，安尼伊就有法度把我对家带出来，对无？同款啊，阿弥陀佛，伊会当对极乐世界，对一个觉悟，一个。精清的世界，伊会当对咱清楚甲了解甲一清二楚，所以伊有法度甲咱救出来无？有啊，所以现在咱讲一定爱听经文化，咱听经文化才知影讲吼，哎呀，阮佛陀对咱实在安那清楚甲太清楚咧。咱的心内想啥？啊！你看咧，你维世内面讲的，咱的内心想啥？你因果内面啊，咱想无到的。哎，你看啊，你经典内面、大藏经内面有一部经非常的精彩，《胡表温中难报经》。内面拢讲的，拢讲啥物？
啊，一个妈妈伊怀胎的情形，对不？啊，一个妈妈怀胎的情形，咱即马是安那科学家人啊进步，咱才知道对不？啊，佛陀迄几千年前啊，所讲的甲即马咱的医学内面所研究看到的，是咪拢同款？对不？你看到时，你就知影讲啊，佛陀伊所在的实在是非常的特别，所以佛陀说法四十九年内面。大部分拢讲的拢讲遐不可思议的，还是讲遮的可思议的，拢是讲咱可思议的，互咱知影讲安那。哎呦，我想无周到的，想无周知的，佛陀拢有想到，我唔知影，佛陀嘛拢知影，因为这种凡夫咱经验会到的，所以咱才会知影讲吼，啊，原来吼，这佛陀伊的程度。是会当予咱值得咱信任的，就敢像迄只狗仔看到，哎呦，我安那跳都跳袂过，我安那聊都聊袂过，即、這个人会使对天看顶，会使安尼咱的会使空降部队降落，所以伊信任会过，伊就紧跳开，对无？啊，所以咱平常时特别甲大家讲免，咱一方面听经文法，一方面爱真认真的生活，咱去经验啊去印证。佛陀来甲咱讲的，即个因果啊，甲咱讲的，咱的内心的变化，咱要安去调伏咱的烦恼，调伏咱的心，咱就会发现讲吼，渐渐咱会去发现到佛陀所讲的，拢是安那，非常的周知，咱想袂到的，伊拢想到啊，因为咱就会对安那他信任，咱的信任虽然咱也无了解真彻底，不过是时阵咱就有信心啊，我想袂到的，伊拢想会到。啊！我伫这三宝世界，我嘛知影讲安那，这实在真正无实在诶，非常诶无常诶。我拢真侪代志拢是我无法度去主张诶，卖讲啥物无法度主张啦。你有法度主张你诶身躯无？你讲这个身躯你诶，叫伊卖破病，敢有法度？叫伊卖老嘛无法度？叫伊搁采你以前少年诶时阵，安尼各个撞各个走嘛无法度对无？你著是无法度去主张伊啊，系啊，吼、哦、啊，所以咱。在生活当中去经验去了解去听经，那安尼咱的这种的信，咱就会一直深起来。所以这种绝对袂，唔是讲强去强逼讲哦，强逼去逼去讲哦，哦，我也相信，袂当无相信，无相信会先去会升到边地去，唔是安尼，是咱真正去经验了，你才知影讲，哎呀，真正佛陀讲所讲的吼，迄真正是非常的神。非常灵验的，拢足实在的。原来我的生活内面拢经验会到的，我无想到的，佛陀拢想到啊。那呢，咱这个信，咱的信就会愈来愈深。哦，啊，咱有时间有较超过吼，咱做阵起来啊，礼佛三拜。